年度歌手得奖的是周笔畅，恭喜笔笔！笔笔在去年六月展开他第二轮的巡演 Unlock， 在刚过去的五月份完成了成都站。今年初，笔笔更参加了湖南卫视《我是歌手》第二季，是位勇于挑战自己、让人欣赏的歌手。恭喜你！哇，恭喜笔笔！笔姐为我们颁下哇这个奖项，好漂亮！我们接下来要请笔笔和笔姐在台上一起来帮我们见证接下来这个奖项的诞生。新城国语力年度歌曲，新城国语力年度歌曲，比比帮我们读。各位杨杨宗纬，恭喜你杨宗纬，恭喜你，恭喜你杨宗纬。哇，非常的厉害哦，请谢谢为我们颁奖。留步，恭喜杨宗纬，请两位我们的年度奖项的得主说说感受吧。杨宗纬，来，宗纬先说，帮我们说一下感受吧。今天非常开心，然后非常感谢星辰电台，然后还有瑞哥，然后也很感谢我的鸽子，然后也很开心可以跟 BB 一起站在这舞台上受奖，所以很开心。好，谢谢，恭喜你两位。第一个是第一届的我是歌手，一个第二届的我是歌手，都终于同台了。今天来 BB 讲一下今天的得奖感受。对，首先要谢谢星辰电台，然后谢谢瑞哥，然后谢谢所有的 DJ 朋友，对，然后谢谢所有的歌迷朋友，谢谢谢谢。因为我在这里呢，除了本人很受欢迎以外啊，比比的歌曲也很受欢迎，在这里我要恭喜你的别忘了得到了我们的新城国语力歌曲。恭喜，谢谢谢谢。对，再次谢谢星辰电台，然后以及所有 DJ， 然后播就是一直以来，然后就是推荐我的歌给大家听，谢谢。好，谢谢，恭喜两位，再次恭喜两位，请休息一下，也谢谢 BJ 为我们颁奖，谢谢，多谢 BJ。 好了，现在我们